平方圆的，圆平方圆的，这就平的了。哇，太棒了，太棒了！我有在解说，来。我包包里面有这把钻石，一定要吃。孙孝弟哦，你包包有这么红够？刚刚上当的，哪一个？包包不一样，剩下一个，那金桔真的很甜了。没有了，没有了，没有了。不要抢啊！不要抢啊！那边也要，等一下那边也要。要啊！那个金桔，你抢那个水果是不是？好嘞，我要成果了，唔能接，唔能接我。哎呦！等一下，有记得吗？有记得，有记得。这个是温室加料，在那个室内种的。这个更好，啊，这美国过来的。是美国来的，美国来的。哦，比我刚刚那个甜。比你的甜。比我的甜，真的。试试看，真的很甜。真的很甜。我在美国，台湾的，不是台湾的。这个更甜，你看这台湾多好，真的很甜。他们是出来搭钱的，每个人都倒三四个力气到减轻重量。这个东西你看人家在吃，你不吃真的对不起啊，对不起飞上来的人，真的好吃。哎，你要摆过地摊吗？我放我拿回去一下就变装了。对呀，对呀，可以啊，可以啊。可是没有。来，我们先试一试，好了，你再卖。真金不怕火炼。老板，我要两箱，老板很辛苦。我现在，扣打一百箱尔吼，一人同做五箱，加无哈。两箱嘛。来，先试一下，好食啥物？好食啥物？我无食吼，无食是骗不骗人啦？我这世人吼，也免唔捌骗过人。你来干嘛？哦。小哥嘛，你安尼哦。
痛不痛？这样子，痛不痛？有，这个腿跟中间痛不？我妈怎么抱出去了？他的特色，我觉得中间已经是下半年了。人口好像很少，人少了，中间那个节目在当地人在住。就是那个，哎呀，阿伟，他那边没有什么。